这件车祸事故是发生在上午11点多，地点在台十九线湖子大桥北侧。该部自小客疑似自撞路旁两根电线杆，其后受困于车上，车体严重扭曲变形，经以破坏器材破坏车体之后将其脱困。该名患者身上多处的撕裂伤，其后由6991将其送往长庚医院救治，现场交由院警处理。快点！